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神秘的道具，伙伴们就是无名纪念碑，对吧？所有的怪物都害怕的地方，迷你世界中为什么怪物不敢来红土地？伙伴们，你们想知道真相吗？我来告诉你。众所周知，夜幕降临，伙伴们，迷你大陆会出现很多的怪物，对吧？他们游荡在大陆的每个角落，并且会攻击我们。可是，在游戏中有一个地方就是红土地，这里永远也不会出生怪物，对吧？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伙伴们，我在游戏中找到了红土，你们看，红土是一个整个土块都是红色的，对吧？在迷你世界中有一个神秘的道具，伙伴们，就是无名纪念碑，对吧？伙伴们，一个红色的土块，根据传说，无名纪念碑上面纪念了一个无名英雄，曾经与迷你世界一个怪物发生了一场大战，伙伴们，而红土地就是发生这场大战的地方，而红土块就是由那位英雄的血液把土块染成了红色，所以迷你世界中所有的怪物都不敢来这里，因为红土是英雄的血，所以游戏中的怪物都不敢来这里。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